仗剑临九霄，我辈修士任逍遥，红颜白首望，莫辜负了年少。仙路尽头战胜魔，幽冥界中走一遭，斩他个炼狱滔滔。少年郎可怜时，横扫路过教他埋藏，天魔迷津饮血脉，天雷解除凝神魄，花园不银行，人族血泪滚烧，只守着天宝星辰，到尽头谁为风，带上三十三重天剑斩苍穹，我为升华天骄。是谁杀了他们？整个五国怕是只有大齐国秦风和凌天宗幽千雪两人能和他们一战吧。不管如何，这事不是我们能够掺和的。是啊，我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。走。走。好险！如果被人看到我和紫君公主这模样，我就是跳进星河也洗不清了。得找个安静的地方疗伤。你逼我的。先看一下这毒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强的传染力，九星神帝诀，万针归一。真气去毒是行不通了，只能想别的办法解药。念无极他们身上的宝贝倒是不少，看样子公主的毒还不着急解，不如先看看收获如何。是下品真实，这个是好东西。还是没有解药，不如看看秦风的储物戒指，其中有什么珍稀材料也不一定。四阶灵药，中品真实，真符。秦风用的应该就是这种破空真符，能使人在瞬间穿梭上百里虚空。四阶丙烯符，能够隐匿武者气息。五阶的攻击真符，这等真符一旦施展，怕是连灵武王稍有不慎也要陨落吧。好在符上都有禁制，秦风无法破解，不然。成功了，可惜这些对解毒一点帮助都没有。
此借紫兰果能提升武者修为和精神力，若我能借此突破紫薰身上的毒，不就迎刃而解？罗景山，九星神帝诀，四王子，依你之见，那罗景山是死于兽还是人呢？他也许还算幸运吧，至少能遇到我们。四王子，你快看那真气异象。跨入天级了，四王子殿下，灵山郡主，属下不敢上前，但可以肯定，异象绝对是来自前方山洞。